去吃弹克虫。今天给我们家仔仔们试吃一下之前没有吃过的虫虫，仔仔们吃了之后补充蛋白哦，但是也不能贪吃，一次吃2到3颗就行了。我们先剥开看看是什么样子的。听说有的人还吵着吃坦克虫，但是我不敢下口啊。剥出来了，软软的，多弄几颗，我打算给四只仔仔都尝尝。其实也没有多吓人，好在是不会动的。先给我们的小胖妹来试吃，我直接连她窝窝都给端来了，她还在睡觉呢，快起床了，妈妈给你吃好吃的。妈妈，我来了，是什么好吃的呀？好吃好吃，我还要。因为之前我有看过其他家的仔仔有的不愿意吃，想不到我家小胖妹一点都不挑食，现在是第二颗了。我在逗她，让她出来。好了，你先过去吧，让你男朋友来吃吃啦，都还在睡觉。来，妈妈给你吃虫虫。这个表情好像那个啥，哎呀，你倒是睁开眼睛吃呀，这个表情真的好搞笑，像小老头一样。